我妈真的很渴，我妈哭的呀，哎呀，我妈就从一直在哭，然后说，哎呀，她分手了，就像我年轻分手的时候，笑死我了。就是一定要，就是双方就是要把对方虐得死去活来，我才会觉得哇不行了。因为我常会跟他说展开说说，呵呵，他说演得不错，我说展开说说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朱振廷。你觉得技术是纯爱战神吗？我觉得他是吧，包括他所认定的人以后就会一直在一起，整个片子其实就挺纯爱的。我觉得技术在剧中有很多小细节都很撩，你怎么看？那可能是你们自己就是带有的对，就是脑补了。其实里面有很多动作啊，包括设定啊，它其实是一些比较会让女生会心动的一些行为嘛。但是对于技术他自己就剧里的人物性格来说，他是不自知的。你在诠释的过程当中会给他赋予很多小细节吗？会，就像我们说稍微演不好你就可能成为面瘫嘛。润物细无声的这一个过程，就像女主慢慢接近他的心，两个人的包括接触或之类之类的，这一点和我非常像。当如果我发现就是说特别喜欢某样东西，我就会很强烈的去表达，或者是把它拥有。如果不能拥有了就算了。剧中技术坚决捍卫自己底下的 CP， 剧外的你会喜欢磕 CP 吗？我一般都是角色吧。我妈真的很磕，制片有给我看了个片嘛，然后我说我想感受一下。然后那天晚上我妈应该是从17集吧看到21集，好像那一段最虐的那里，就分手那一块，我妈哭的呀，哎呀。我妈就从一直在哭，然后说，哎呀，她分手了，就像我年轻分手的时候，笑死我了。她说了她不能看了，她其实就是还想看，她后来说我不行了，我得等到出来以后从第一集开始看。在磕 CP 的时候，你信奉越虐越友还是高田无痛呢？啊，我喜欢越虐越友，就是一定要，就是双方就是要把对方虐得死去活来，我才会觉得哇不行了，最好再有一个中间插足者，我就会很上头，然后一起去和网友激烈的讨论，纯纯的就是嘴巴动一动，一边看一边吐槽这样子。剧中两个人确定恋爱关系之后，有没有你很喜欢的甜蜜设定呢？我觉得他们的婚后生活他们的婚后生活比较甜嘛，有几趴，有一场就是换床单吧，我觉得蛮有趣的。还有一场是他觉得花要放在哪，我说你随便放个地方就 OK， 然后反正就吵起来了，也不是吵起来，就是他单方面的生气了。我觉得挺有趣的，就生活中这种小拌嘴挺好玩的。在这里卢一小有一个问题想问你，你觉得小七最可爱的瞬间是什么？我觉得剧中的宋元七很可爱，很美好吧，很多人还是就是现实主义者吧，宋元七就会把一切都想象得很美好，会无时无刻给身边的人带来一种治愈的感觉，笨笨的蠢蠢的人。在青岛拍戏的那段时光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独家记忆呢？海边吃麻辣烫我觉得当时在海边吃麻辣烫就挺美好的，然后挺舒服的。我们有一场拍了个沙滩摩托，也骑得挺好玩的，好久没玩了。你身上是社牛还是社恐属性多一点？是艺人还是 I 人？我错了，建筑师嘛，社恐的属性比较多。跟特别熟的人大家都会觉得我很社牛，跟你刚熟了以后会觉得我很社牛，但是私下其实社恐偏多一点，比较慢热了，熟了就好。你觉得在当下保持快乐的秘诀是什么呢？我觉得就是不要急躁吧，真的是戒骄戒躁，还有就是不要想太多，每件事情想得简单一点就好。我要努力做成这样就很好，很舒服。时常因为自己想太多而烦恼，因为其实想太多你自己就会内耗。现在大家都很说停止内耗嘛。果断或者犹豫，你本人会更接近哪一种？我特别果断，贼上头。很多时候做了就是当下可能觉得很冲动的事情，然后我觉得哎，我当时不应该这么做，但我又想一下啊，如果再来一遍，我还是会这么做。会拜托身边的朋友们一起为新剧打 call 吗？哦，我会，我会就是给我身边特别熟的。就那么几位，你可能你的认为你的每一位和我不一样，我的每一位可能就是不超过这个数。就像我的工作人员常会说，你微信那么多艺人朋友啊，是让大家一起帮你转发一下朋友圈和微博吗？别了吧，我不好意思呀，太难了。好像我至今为止好像就让大家发过一两次吧，真的就是很羞耻的在发，我真的觉得我好难。会邀请朋友们追剧并给你一些反馈吗？我当然会。
全程每次看完以后，然后他就会跟我说啊，就是你演的啊垃圾场，我觉得特别特别好，因为我常会跟他说展开说说，呵呵，他说演的不错，我说展开说说，他不能骗我，他不能忽悠我说他看过了，他必须得真的，就真的看过。会追问，其实像朋友看的话，很多时候有一些角度会比较客观嘛，然后我就会从客观的一些角度看自己不足的地方有哪些。虽然他们有时候可能就是会上纲上线的，然后不停的就是哎呀怎么样啊之类的那种，我说就是演戏嘛，对，你还能怎么样？你感觉你抓娃娃厉害吗？我感觉我挺厉害的，我一般就抓三个回合抓不到，我就会叫抓娃娃机器店里的人过来帮我把娃娃摆一下。本轮抓娃娃游戏，请玩家朱胜平同学一边回答编导问题，一边抓娃娃。提问结束后，抓到五个娃娃则挑战成功，反之则失败。你问啊，你是很专心致志在看我抓。和熟悉的人聊天会用自己的表情包吗？会啊会啊。最喜欢或者最常用自己的哪个表情包？前来前来。最近就是不知道可能是哪位网友朋友做的，然后别人发给了我，就是技术在敲木鱼，然后前来前来的表情，然后我也在用。在进组之后认识的第一个人是谁？怎么快速的建立联系呢？宋元七吧，就拍着拍着就熟了。分享一个常用的好用小物吧。常用的好用小物，哎，宝宝纸啊，对于鼻炎的人真的不要太友好。分享一个不为人知的隐藏技能。我没啥隐藏技能的，我感觉打扫卫生算吗？分类东西。如果冲浪的时候遇到夸奖你的讨论，你会？谢谢，还能怎样？我也要。哎呦，太爽了。给我发现它下面堆的有点死了。校霸和学霸，你更想演哪一个？校霸吧，学霸没啥意思。说出一个你目前最想实现的小心愿吧。目前我最想实现的小心愿，旅游吧。哎呦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我肯定完成了，真的，你看我抓了多少？这一晃我跟你说，只有抓四个，真的很难抓，它后面堆死了。但是我一晃吧，它就全出来。恭喜朱胜平同学得到本轮奖品啊！谢谢。奖励刮刮了两张，500块钱第一个，不对，他说的是刮出66或者88。你看，就是没这个命。500块，假的，没中。别说了，对角球中了，你看。如何每周三准时 get 神剧亮了最新节目呢？打开爱奇艺 APP 搜索神剧亮了官方，一键订阅，或扫描二维码关注爱奇艺电视剧微博微信公众号，掌握最新剧透，追剧不再 layback。